前面一直在补血，是不是要先打后面啊？我们先打后面好了，我受不了他了，斩死他！哎呦，晕了晕了晕了！我自己一下也太痛了吧！还是刚刚都没补满，好痛哦！大招不是说放就能放啊！看左边的虚位，要慢慢来。而且，他们怎么气瞬间就没了？他是偷我们的气，试试看这招。无损的暴气哦，越来越看不懂了。这打得赢吗？那头好痛哦。感觉他们等一下又要来打了。还好我反啦，绝对防御啊！早就看穿你了，原本应该会全灭，还好，没事。哎呦，每个人反一下。反一下，反一下。我们的招式就没有一些好的。你看他补到满血嘞，前面的补到满血了，莫名其妙。不晓得有没有办法下降啦，下降时间。CP 加50。有加吗？感觉没加，没关系。画面 ，OK， 好啦。哦，加了加了，战斗完才加。有办法下降吗？没办法，磨免。减一下，等下剑龙应该有机会开大。让前排的加加防御好了。打得赢吗？他设计感觉就是打得赢啊，没有到那种一击必杀的感觉。哇！哎呦呦，可以打两只。末日打击，再来帅一波。我想要不要直接打，趁着伤害有加加。好啦，直接打，趁着伤害有加加，刚应该找机会用的。哇，其实这只感觉很强，哦，
镰刀啊，死亡镰刀，雷恩，好怀念啊。雷恩的武器啊，不行，后防交给我们。但是女主角感觉也是很强的，可是她的攻击一直打不到前排。好了，那就移动过去。移动过去怕就是被打一口气，全部被打。关七，哇！我不要开大。干嘛？哎，加十 HP， 加十 percent。很无力啊，你们不要这样啊。哎，晕眩白痴哦，你混乱个屁啊，自己人啊。后方努力的补血，有什么好道具啊？感觉打得很无力。没办法，持续努力，加油！哇，大家加油！那防御等一下再加一下。被打得好痛的。任せろや。招很好用，不过就是会吃掉一回合。哎呦，终于又多一个 BP 了。射射射射，坏人。坏人。的狙击手持续的补血 support， 但他的 CP 也要没了。鲍鱼斩，用力，加一下好了。他那个 HP 条好像有一个到一定的程度，不晓得是这样，感觉就是要开大的感觉。这招真很好用啊，所以他没血嘞，自己补自己，自己加加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打这，CP 的消耗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这等一下也可以用大招。
不打，要不要打出场了？懂了，他血量有没有？只要打到那个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是赢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赢。他剧情输了，我猜也可以，我猜啦，但是可能就奖励之后可能会少。哎，还有新的人哦。啊，这个是那个神速，听到的声音就值得了。敵主力を迎え撃つ前にこんなところで暇つぶすとは。あら、专业专业卖萌的。嗯，余興もここまでか。刚刚其实就是要先打魔宫，其实我们从头到尾先打魔宫，其实就快了。他前面的会一直补血。厄介ですね。ポンコツなくせに。やたらと早かったっけ。誰がポンコツですか。ひな鳥の軍在で生意気な。专业笨蛋。但实力还是很强，好不好？エネア。哦呦，自动把他们弄到后面了。一気に片付けますわよ。星光阵，不要，我们一定输啊。这边跟你讲，相信我，剧情绝对不会打。就算打了也是直接输，好不好？就是一定要输了。不然就是有别人要帮忙，是那时候的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你看不要打。来了，李恩，听到了，哇，这招！米利亚姆来了，你是谁？莎拉。都来了，阿尼基，間に合ったか。はい、お邪魔するわよ。莎拉也太真了吧！さすがと言いますか。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他的对话不是暗的，我是莎拉，我看看左后方。教官哦，所以我们当老师了。莎拉穿的太犯规了吧？お互いもう一息だ。無事天使閣で合流しよう。所以我们哇，教官的 feel 哎。了解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所以我们毕业就当教官是不是？哟、哎，いいでしょう。飛んで火にいる何かがですわ。都是套路。思考の存在に挑まんとする不尊。この場で切り捨ててくれます。行きますわよ。九七組。ちょうど一番。リンシュバルザー。这应该没有打起来。哦，看片头，看片头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片头带完前导剧情看完就休息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一段发生在帝国新的故事。刚刚我们战斗打太久了，毕竟没有想到要先抓弓箭手，对不对？最基本的忘了，还有穿插一些以前的哦。哦，我忘了，我们要说一下，说一下。尤娜、库尔特、雅尔提娜、妙杰、亚修、黑莎、伙伴，这才一年吗？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他的时间轴走到哪里了。太多了太多了，莎拉怎么越来越正啊？哎，空鬼的人也来了，灵鬼的人也来了，各种人，有些新的人哦，瓦女王，
等于还在了吧？啊？啊？谁？刚刚那个也太像了吧？哇，谢帝他们都来了，帅！那杜巴利嘴巴也这样，七姐。哎，这个是我刚的那个有没有？我刚的，哎，我有。是我们以前的只出现一部分的人啊，出现部分的人啊，保存，然后那保存好结束了，他竟然有保存结束，好不好？大家期待吧。我觉得他战斗真的有。新的，其实闪鬼的时候就有一些连结嘛，连结系统新的。刚刚作战的时候让我想起来，然后也可以交换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连续猛攻，所以来到了这里的时候就多了那个什么 BP 的一些攻击，跟他的整个战斗系统的画面有很 3D 很动作的感觉，是很炫，好不好？太期待啦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不晓得大家觉得喜欢谁？我觉得主角群都这一次特别特别蛮有魅力的，让人非常的期待，好不好？下礼拜三同一时间会再继续。那我们每一次呢，也不一定会十点休息，好不好？就可能会玩到10:15，玩到10:30。今天真的是加班太多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我刚战斗失败。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啦，大家。我们明天不会开台，后天也会开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礼拜三还会继续来闪鬼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放人出来了，拜拜。